有吗？哎，没声音的，哦，就这样。科技刚讲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我中文系啊，我们对不对？该用的科技或者工具，自己要常明白。我们是可以滑手机的课啊，很多你要滑手机，比如说我们的教材，你可以滑手机用，因为我也不会管你。你刚刚讲过，你是来上学还是滑手机看别的，你就继续口是心非。我上学上不知道上到哪，上天堂，上天龙果啊！我顺便提一个，等一下给你们看学生意见，我没有任何伤害你们的心啊！不要听我什么冷嘲热讽，然后你真的被我伤害，我郑重跟你道歉，绝对没这个心。那只要言者无心，听者有意。那你让我知道，我对你道歉，我当课堂都可以。绝对没那个心。可是如果真的让你造成伤害，可是我们讲话本来就是会比较生动或激动，甚至跟你讲评的时候，只要不小心冒犯，就对不起啊，绝对不是真的要。这个为什么要下一步？这里看半天，这是手机投影。那这个有了，我要刷这个桌面。你现在可以登录你的 Microsoft Team，看你现在可不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录影。万一你被隔离了，谁都知道，谁都不知道，万一怎么样，对不对？也许是我变成我的话，我在家上课啊，你们，你要透过这个听我上课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要把它弄一下。我这一端应该 OK 的。我这里现在没有跑出来。我先关掉。